季龙，别这样，快醒醒！没用的，他已经被我控制了。季龙，强化季龙，听我命令。打倒他们，抓住霸王龙。是我们的朋友，甲龙，拦住他！这是几龙的超能力，能控制物体移动。甲龙，万龙，快去帮他！有这么厉害的强化龙，我们赢定了。可恶！哼，季龙，趁现在捉住霸王龙。长戟雷射。万龙，对不起。啊，小恒，星奇，我们必须打败他，不然甲龙和霸王龙都有危险。这样会伤害几龙。我，甲龙，我们上，毁灭重锤。独自亮丽，季龙，长戟雷射，甲龙，烈焰回旋刀，新奇，你说的对，我们一定要打败几龙才能挽救大家。嗯，重锤龙卷风，季龙。